窗前霓虹灯闪在凌晨三点，反复堆叠的旧照片日夜积成灰。相遇的季节，微风拂过侧脸好贴切，人潮汹涌你看不见。这是冠军的奖品哦！也没有阿姨，咱们都参加不了这个项目。要不要给阿姨一个大大的拥抱啊？谢谢阿姨。嗯，给。好帅呀！喜欢吗？喜欢。谢谢阿姨。依依。妈妈。妈妈，我今天拿了第一名。走，回家。来，依依下来了。嗯，放我下来。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陈阿姨，来。现在依依回去啊。哎，好的。阿姨，哎，我今天在幼儿园跟小虎比赛了，我赢了。是吗？依依真棒。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但你知道吗？我每次做梦都会梦到安文斌质问我：“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”这件事我一直以来都很内疚的。直到那次安宇来我们家找我，我想让他死心，所以我把他骂走了。我也是在保护这个家，我是不想让你生气，你知道吗？直到今天，依依的亲子运动会，人家都一家三口带着孩子去的，可我呢？我该怎么办？我只能给安宇打电话。
说你打也打了，要是还不解气的话，不行你踹我两下。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